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。这场比赛呢，其实是我们这个前几天在佑哥直播中一直连败的一场不是一场，就是处于这个低潮期的一场比赛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的压箱宝永打野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话，看到我小巧思啊，玩永打野的时候，我都会先点二技能，因为这样吃野怪比较方便，比较快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圈圈帮我打了很多个野怪，那尽量我们打的时候要把野怪拉到那个圈圈里面，这样让那个圈圈呢尽量去帮我们输出。那一个打野的速度快不快呢？其实可以看他吃到第三只野怪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来到三等。如果来到三等的话，比方说其实你这个吃野的速度还是有一点点慢的。那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速度算是合格，好不好？中间那这个野怪，我们队友还是很怎么样，很佛心啊，居然还留下来给我吃这样。那我们下路呢是马洛斯，马洛斯把对方砍的已经不成人形了。我们这佑哥玩马洛斯也是稍微有一点点我的样子啊。好的，那这边话看到对方的图伦，进草丛，好，不理他。那我这边想说先来拿这个古龙，但是这个时候对方可能准备要开魔。所以这古龙吃掉之后，必须赶快快进去快，赶快的赶过来要来吃这个魔龙。但对方好像，吃的也太快了吧，兄弟！哇哦，这边这魔龙，我们真的是哇，真的是一点点的这个时间差都不给哦，完完全全他们魔龙一出来就马上吃啊，就是很赌，就是说我完全不会去，就是我们的人都没有在魔龙那边，蛮赌的。我赌了你。好不好？那现在拿着下一版本的古龙就要绝种啊，所以真的是会直接就是正面的跟魔龙做一个冲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加速我们在这个魔龙战的一个爆发，就是在前面就要让我们的节奏打快，因为没有古龙了。那但是这样会显现出一件事情，就是真的打野呢可能就会直接放掉魔龙，然后反而去繁衍啊。这边的话呢，这一波啊，对方有提米已经来到四等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好，我这个直接定到两只啊，你看完完全全打不动，这马洛斯大招跳的是相当的不错，我这边直接慢慢黏，好不好？黏，直接黏死。那刚刚讲了哦，对，就是像因为其实魔龙吃完啊，每个人经济都是加大概100块。但如果你去吃对方的野怪的话呢，会等级会比对方的打野的经济还要来得高哦，所以这就是一个看你是要自肥还是要大家一起肥，就是一个取舍这样。那我们这边吃完古龙之后，对面的这个魔龙也要出来了，那我们队友呢已经先抢好位置，因为他们刚那一波已经有点被打的一个懵逼啊，那我这边直接来接手，好吧？这个对方的提米，我这边是有双制裁啦，别怕，我一个制裁，抓到了，我一个定身，这个兔宝宝，鱼人拍卖，狂暴鱼人，凶，这个提米，这个提米啊，直接死去，这个提米直接死去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标，这兔子的标啊，每次看到就是你知道吗？只见其标不见其兔啊。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硬拆啊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拆塔神器勇啊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边这个阵容啊，全员保我，你知道？但我还是有一个另一个射手啦，就是变成还是一个三保二的一个状态。那就是我们射手的站位就要站得好。那我这边强行的想要去撸这个塔，但撸不掉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就改来吃野怪就好，把这野怪都给吃一吃这样。那这个塔呢？等我下次有机会，我们有缘啊，再相会，就吃这个塔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赶快发育啊，发育。那最近这个蛮多这种玩单一角色就是崛起的一些实况组都蛮强啊，像有一个叫只会玩刀锋，对吧？真的是只用刀锋啊，很强。还有那个勇神也只会玩勇，也是很强。这边的话，这个提米，你想弄我是吧？你还不赶快开大招？他还会复活，我在这里等你，我等。我们的美娜抓的漂亮啊，抓的实在，抓的这个干干净净，抓的这个一尘不染啊，这什么形容词？完全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推塔啊，我们推塔，兵线进去，直接防御塔马上变智障，你知道吗？马上推掉。因为在这一版本呢，兵线真的很重要。你看，我们直接拆到这个中塔来了。完完全全，拆，兄弟给我拆，好，兵线又进去了，这边稍微扭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塔绝对可以拆掉啊，
你们看好几分钟？哎，八分钟猜到高地塔啦，你说这场比赛能输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可能输？是不是？我们这边赶快的拿一下这个古龙，你看我这输出，这古龙看到我，这吓得一个大惊，从早到晚失色，想说：“哦，勇又来了啊！别吃我，别吃我！”这样，你看内心的哀嚎，我都看到了，我们看在眼里。这边基本上是怎么讲，胜券在握啊，对不对？再怎么看都不会输啊，是不是？那这边这一个，哎，这个提米宝贝又开了大招，但我们这边又没有兵线了，所以又不能打，就拉掉。但我们上路也是被拆的蛮凶的，对方的鱼人是一直处于一个分推流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队友呢不小心又嗝屁啦，那也没办法。那对方的现在打不赢我们了，就用一个分推流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决定，也应该是要这么做，没错，就是你不要去跟别人正面冲突，你可以做一个分推这样。你看像我就在中路这边，但是可以看到下路其实有两只角色、哦。那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端然兵线的一个这个动作。哎，这边看啊，凯哥在拆塔啦，兄弟，凯哥入室又在拆塔啦。我们下塔还被穆拉给搞了一下，那我们队友呢就去防守，这样那我们就在这里快速的浓了对方的野怪，那把对方野怪呢都给浓掉，这样浓起来，浓好浓满。但我们自个家野区的野怪也没起啊，这样。那这边其实虽然说蛮顺风的、哦，哎，对方在吃这个魔龙哦。那因为由于我这个人在这里，所以我也不敢去靠近魔龙那边。但我就知道有人在吃魔龙这样。但是这一场其实看起来是蛮顺风的、啊，但总觉得打起来就是你看我们完全塔也推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方一直实施一个这什么分推政策、哦，分推流啊。大家一起分着都跟，你知道，就很烦，很烦，真的很烦。你看有夜叉，然后又有凯格路斯啊，那这两个都是推塔很快的一个角色。那我们呢，一直原本是非常主动的一个位置，一个角色。你看现在被对方就是弄了一个懵逼，这样完全变成无头苍蝇啊，不知道自己要搞啥，你知道，胡搞瞎搞的。那现在要做的事就是。真的必须想吧啊！完蛋，岔赛，看到夜叉，哎，别怕。那这样我想把兵线清掉，那我队友呢也在这附近啊。那我这边看到夜叉过来，哎，定身，哇，我错了，哇，这夜叉好痛啊！因为我以为队友在附近呢，所以我们刚刚很莽撞，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示范。对，我很莽撞，就是想说，啊，凯哥掉了，不是凯撒掉了。那我们这边对方吃掉凯撒之后，哎，这个提米你的血量这么惨，你还过来？别开玩笑吧！大招赶快开，再送你回苏州一次，买一张票不够，我们买两张，是不是？买一送一啊，直接让他回家泡温泉啊，温泉好泡，是不是很好泡、哦？那这一波你看，我们是一个五打三哦，基本上是很好守，但我刚那个大招是有点没打到，但我们这边队友呢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扛这个塔啦。然后对，但是我们队友不停的在扛塔，然后这个凯哥跟他笑也赶快，你知道吗？疯狂的打，疯狂的射。那这边的话，哇，岔赛，哎呀，刚好被图文给打死啊！因为我们没有闪现啊，我也闪不到马洛斯后面，所以刚那一波其实我们队友扛太多的塔。然后对，然后但是其实也我们也马上立马就知道原因。然后就是突然好像被打傻了，这样就前期阵非常顺风，然后拿出压箱宝永打野，打的是孙啊，你知道很像那个通常，你知道通常你知道懂吗啊？一通到底啊！那这边的话看到夜叉，我那时候就call队友说来，我们先把夜叉给收掉，因为夜叉很烦，你知道，我们就干脆啊，全部人过来抓夜叉，直接抓掉。那这边等一下再打的时候的，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多打少，对吧？那你看这边已经打爆对方夜叉，那现在我们只要再从中间直接一路灌上去，啊，这样是不是这场比赛是非常非常容易，对吧？那我们这边就call队友呢，说赶快中路直接先灌一波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就不能扛塔，我就跟队友讲好，这一次的政策就是不扛塔，我们等兵线进去，因为他们很聪明，他一直会把我们兵线给洗掉。其实现在有两个方法，就是要往中塔直接灌进去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多打少，对吧？那再来就是分推把各路的兵线都给打爆，这样。那这凯格路是直接瞬间蒸发，这边其实看起来非常非常有希望。
那这边叶菜复活，但我们就是跟队友说不要扛塔，不要扛塔。但这边的话没办法，队友一直扛着塔。那我们这边的话也，因为现在这一版的防御塔真的不能扛哦，因为这版的防御塔真的是没有小便的情况下，这个攻击力加防御加太多，免伤太多，真的很不好搞。那我们刚刚最后也是硬是的把。对方两只人头给两个角色给收掉，那算是守住这一波啊，差点就要被反打。那我这边看样子，我势必必须要买一个冰炮，因为对方有点难缠，而且这个我被抓到的话就 GG 了，我是一个主要输出位啊。可以看到凯撒这边已经在倒数了，那我们的人呢已经在那边部署好，但完全没有对方的踪迹。不过看到这个红光，可以想得就是可以稍微知道一下。想当然了，他们也是在这个上路那边。那我们这边就在凯撒这边想说要蹲一波，我们等大象过来。那这个凛凛去打这古龙，其实马上就暴露出我们的位置。那可以看到对方在中路一坨人啊。那我们这边就是稍微蹲一下，看一下状况。对方应该知道我们在这里蹲吧？是不是？下路有一个图轮哦，然后我们的凛凛在那边，那可以看到对方一一的露头。他上路可以看到夜叉很烦哦，他又在那边准备要分推了。那其实夜叉给我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，那我们真的只能派人去守一下夜叉，那我们自己呢就在这里蹲这样。那看一下中路有一只兔宝宝现身，那这边。比较麻烦就是夜叉可能，推个塔，然后以为他就是还在推，然后怎么就有人去防守，然后哇，我们的这个凛凛直接被抓掉，直接GG史密达。那我们美娜也在后面，那这一波其实失误蛮大的哦。那我们的美娜也直接嗝屁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变成是我们在做一个五手三。啊不，三手五的一个动作。那其实刚刚对方守得住，是因为他们输出角的站位是相当不错。那这样的话，只剩我一个输出位了。我们想必须想办法，一定要守住这座防御塔。但对方真的人多势众啊！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守。哦，拍卖，就派就派就派，卖啦！我这已经在这里疯狂输出了，你看到吗？但是对方，但是哇，对方还是有一个提米在啊，他死了还可以再找队友复活啊。我们这边全员直接嗝屁啊，完完全全不知道怎么办啊，再收啊，